跑出去外面啊，杰克你会被拜拜拜拜拜拜，你是白痴。等一下，你慢慢来啊。还他，好了，赶快把他藏起来，赶快还他，我还他了，还他了，复制好了。好，我要假冒医务人员啊！哎、欸，他都冷嘞，哎、欸，他追过去了，追过去了。那我跑，对不起，我走。白痴，冲过去。门卡模具，我拿到门卡模具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要干什么？看一下。那个模具你还要再融上去不是吗？现在我有门卡模具了，然后。你要那个啊，融化的那个，哦，不是门卡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啊，还是要有那个、啊、晶片，然后跟那个合在。哦，在这里要培训需要融掉的那个东西，塑胶。对啊，就是要那个好像牙刷吧，还是啥？哦，梳子跟牙刷都可以。等一下，这里太多种子了吧？哦、这里这边有塑胶，就梳子，然后再加一个打火机。杰克，你在密谋什么？假不等啊！对不起，啊、对不起，医务人员被抓到了，医务人员被抓到了。医务人员，其实是你在密谋吧？不是我，是杰克。杰克，哎，那个，你等下去你家，我把医务人员的衣服丢在地上，你帮我捡。好、啊。好、啊，你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！我要丢了，我要丢了，我要丢了！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我快死了！等下，杰克，你不要再走，你不要再走！快捡！怕死了！快捡！捡他的衣服，捡他的衣服！啊，捡了！好，我身上衣服也拿走，拿走，拜托！我两套，好。本心那边有打火机吗？地上。有，我要工作。台风假还要工作，哦。很累、我们不能请病假，我要下床。我放在我家这边哦，两套都是。好，放哪里？箱子里？没有，外面。好，欸、那是违禁品哦。就这样会被收走吗？会。是、啊。那我放我的柜子。假的。我放里面的柜子好了。我放在其他的柜子可以吗？会不见吗？会更新，会更新。我来了。这边有打，这边有基础版跟打火机。来了。我有金色的门卡了。啊？来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可以进去，是大家都可以进去，还是？只有你。我记得是、啊。那我们要做四张卡片啊、喔？好像是你。就还是要做两张，然后来回轮流用。你要怎么轮流用？它不能丢在地震箱子里，箱子里。哎、欸，还是你可以卡着门？不知道、啊，因为我的工作台不是那个，这个是开你的吗？哎，看看哪里有青色的门。青色门卡，这里吗？所以我们要从哪边出去啊？金色门卡。不起。金色。这个吗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哪边啊？是这里吗？啊，忘记工作了。哎，又不工作。哎呦，说实在。有什么？看一下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我之前逃，我是就自己。那两个再去吗？出去。一人拿哪一个啦？我觉得比较那个。这也不行。Hello， 是吗？对，要一人拿一个哦、喔，那还要再做好几个。我是自己拿一个，反正一人藏一张啊。那继续做啊，因为我那个已经用掉了。哇，还需要电线。电线。嗯，多翻几天吧。我淋浴时间，那我去淋浴。拎起来，拿起来。谁在外面敲门呢、啊？蛇猪是冲阿慧，不知道。二楼下方的门，
二楼医护二楼大方的门啊，管楼上厕所下方的门，离那张桌子远一点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里面违禁品啊，你要不要查一下？二楼左下方，二楼左下方，哇，又红灯了，又亮红灯了，当当当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这个、哦，你来二楼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就又亮红灯了，朋友。对啊，怎么今天你们那边又怪怪的？嗯，电路板，电路板，怎么知道要做青色门卡模具哦？嗯，要先做青色门卡模具，然后再做青色的复制门卡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啊，这里面是干嘛？这个青色的门。一直断呢，今天。怪的。那边应该是通往三楼的吧？三楼吗？可是这里下去看起来没有门呢。没有，另外一边，来来来，你得跟我走。哦。这里。我想说那个青色门看起来不明显。这里有青色的门。下一直断线。哦，这个。呵。感觉都翻不太到哎、欸。啊，怎么这样？他要干嘛了？有了。点名。点名器，点完了，点完了。点名，拿个拖把。再不然就是我们拿稿子敲爆门。暴力破解。嗯、我那边有那个啊，两把小剪刀。一个人开门，其他人哦，一个大剪刀，一把小剪刀。你要确定哦。哎，点名。嗯，我现在看到两个人有一直被狙击的状况。我只有看到一个了、啊，我只看到一个而已。提示我们玩太久了，真的，什么快结束啦，打太久了。你们这一关玩很久、哦，抓住假日的尾巴。我都一直按错键呢，都空白跟 E 吗？还是左键吗？对，就是 Q E 空白键这些。哦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蛮不直观的。嗯。啊，又红灯了，又断了。哎呦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哇，你们今天这样很烫啊！又绿灯了，又红灯了。啊，他也在跟你讲说玩太久了。就说，啊，又是点名时间。又点哦。轮，轮，按，可以按按钮进去。那种刷卡门都没有按钮吧？对啊，那个没有啊。想按。哇塞！呀。所以要说这个门吗？还是我先等下先去探一下路？就是医务室啊，二楼医务室嘛，左边那边嘛，左下那个门。好，我等下去探一下路看看。好。然后还缺一条电线，就可以做第二个复制门卡了。嗯。来收了。早餐时间。哎、欸，又有电路板。我现在行为良好。没有没有，报告我啥都没干，那个都是在哈基的箱子里。不要推我哦，好好，我走哦。你还想走后门呐、啊，杰克？被抓到了吗？干嘛在做谁？哦？啊？嗯？等一下，我怎么用门卡、啊？你有戴在身上吗？拿在手上啊。拿在手上啦、
按还是要刷这个？这个吗？按一下。哦，欸、开了开了。不不不不，厨房离我好远。可恶，没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去做钢盔。哎、欸，我拿违禁品，我拿了什么违禁品？哦、oh, ，你又。哦，我拿了木棒还绳子。哦，木料。你为什么每次都拿木料去？因为就感觉那不是违禁品啊、哦我哦。我们要怎么做滑翔翼？有，我有看到配方有，好像要床单跟什么木棒的。床单、木棒。哦，好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们可以自由上啊，只要一张卡片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们走吧。好好。有什么台规吗？有，不要当个八七就好。我先出去。我要打的。好。工作。赶快去工作，赶快去工作。我不能走那里，我不能走那里，那里有感应门。不起。啊，那等下就是快做滑翔翼就行了。滑翔翼有，智力要多少的、啊？等一下，做给你就好了，可以做了。生气，超气耶！好，感谢能量卡，感谢七七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滑翔翼是吧？好像二十就有了。嗯，滑翔翼木架。30啊，就是线跟两个床单嘛、哦。对，滑翔翼外壳。嗯，啊，再来是50的第四个，两个不知道什么木棍还加胶带。骨架，它是一半而已耶，要做两个吗？半副骨架，所以我们要做两个，还要合体。绳子。合体，它是每个人都要一架吗？应该是吧，不然大家一起乘吗？不知道。怎么有人在被吹？绳子，没有绳子。绳子。共用一架，好哦，可以四个，所以只要做好一架就好了。我这边可以做两个，两个做两个什么？不是那个花箱机外壳，外壳一个就好了吧？刚刚干嘛？骨架要，骨架要两个，骨架不知道是找那个圆圆的棒子吧？嗯，哇，这谁家有这么多绳子？真好，哇，屌吧？强哦！可是放在那种其他人的箱子里面，不是会被刷掉？我已经懒得拿一个了。哦，两个木棒，一个胶带。哦，我有个木钉。木钉？他要的那个啊，圆圆的棒子啊。哦，我这里也有一个。我等一下面胶给你。好。面胶。还那还缺胶带？胶带我也有。我有。胶带我这边也有。那我要丢在小雨房间。胶带。好。胶带。要几个胶带啊？一个。一个胶带，两个木棒。小雨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。我丢在他房间了。对，我来弄。然后偷偷捡起。功劳我来。那给你。不好啦。他缺什么？他是红的，就那个啊。他是红的啊，他一定是红的。那个要床单的，一个线，两个床单。线你那边不是有吗？床单随便拿就有了。好吧，小雨。线，我不线。绳子刚刚也没有吗？甚至房间有啊，我房间、啊。哦，你房间有，那是我们还缺一个骨架吧？哎，不是要两个骨架？两个骨架我，看一下。他骨架是写滑翔翼半副骨架啊，所以在哪里啊？50是哦，50第四个。那个他是写半副骨架，应该是要两个吧？没关系，我先上去，你陪我吧。还是我给你，你上去。那要两个人吧？那两个人啊？对呢，一定要两个人才能上去。啊，那个大棒棒是什么？我大棒棒。那个木咋用？那个木棒，两根木棒加一个胶带，变成半个滑翔翼骨架。啊？应该怎么做？在哪里？还在。啊，我现在
我现在要准备上二楼。你怎么走过去的？哦，走啊，走上面啊。旁边那边有小路可以走。嗯。地板？啊，不是啊，反正就是丢地板。啊？走那边。不会消失就好了。环境这边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我们的地板上超多违禁品的，全部是胶带，快笑死！好，不要被收走就好了。啊，好走。懂。需要半副骨架。哦。哦，还需要半副。嗯，哎、欸，木钉咋做啊？木钉要用剪的，要剪的，要剪的，要拿。对，它只地上就是柜子剪，对，它做不出来。想说，啊，他把胶带拿走了。好，谁？警察吗？对啊，白木警察。声有点小，等一下哦。看一下，哦，还好，我还有胶带。真是开累了吧？开累了，声音越来越小。真的钉子吗？还是木钉？木钉，木钉。我这边有电线哎、欸，好像电线不用了。你真的是听不懂人话哎、欸！没有，只是看刚好看到电线，好不好？好，